you go, there's no way. I'm already so still burning. So hold on me close, now baby. I do what I'm told, still learning. To take my chances, to take my time, to keep on dancing, to walk that line, yeah. You got me shifting the paradigm. No longer wishing, wishing. You're my lucky strike. Love the way you ride. Look into my eyes, say you're ready to go. $1 million life, yeah. We could roll the dice. I like you surprised, but you already know. Oh yeah. Got lucky overnight. Jackpot when I got the invite. Let me wrap my arms around you, 'cause I can't go home without you.156.5 路旁停好车，这里距离界帽斯登山口应该不到500公尺。在后面，现在是8:30左右。好了，出发。今天要前往猎寮营地。8:57到界帽斯山前峰，海拔2065。到了开阔的展望点。9:56到了往界帽斯山岔路口。下岔路口之后，一段比较平缓的道路，这里呢比较好走了。路段是比较松软的，快到第一个过溪点，大概下降了260公尺。第二个过溪点，据说踩石都不见了，现在要拖鞋过去了。对，有到膝盖哦。有，有深哦。有深。真的，好不近。哦，到膝盖了。你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踩石头？裤管撕掉了呢。对啊，不知道。
过溪后的上切点。搭营区，这里原本有很多的帐篷，现在大家都约束要把帐篷背进背出，所以现在看不到帐篷在里面。完善的厨房，厨房，但是还是有一些垃圾了。有禁止警告，这是一个长腿的巨木，它的树根延伸到底部的巨石区来了。走，云雾开始飘上来了。12:58，排球场营地，打排球。1:07，足球场营地，球，来个头锤。跳这边还够高。现在左边是云海，我们刚刚似乎穿越了云层，到了云层上面。所以现在树林间都是阳光照映下来的树影。这里又通过了一个营地，比较小一点。哇哦，好漂亮！这棵树挂满了松萝哎。松萝比较低啊。
1:42，高尔夫球场来打18洞。哇，一号杆拿出来了，要开球了，一号杆开球，来发球。拿反的啦。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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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雾气，哇哦，哇哦，哇，这个阳光照射下来，穿过雾气。2:30，在足球场营地玩了好久，这里真的很棒。现在离开，继续到夜聊营地方向前进喽。枯木坟场。快到妹池前的草原，天气有点变化了，风开始变大，挺凉凉的。妹池了，风好大，突然变很大的风。现在在下切往猎寮营地，到现在底下已经有帐。今天就要走上后面这个山坡，上到嘉明。3:48，到了猎寮营地，一下来这里就有一股活水，太棒了。现在早上5:33，准备离开营地，时间就到石心谷，然后到拉昆西，然后再返程，走一个单攻石心谷的行程。哇，远方东部的云海，满满的。日出了，在云雾后面，橙黄色的阳光，
哇，好美的嘉明湖，真美，什么都看不到，白到不行，连湖边都看不到啊。嘉明湖，有灵光闪闪。看喽，哇！开了开了，阳光乍现，哇！草皮已经黄色了，东部的云海。好，准备来环湖跑一圈，开始跑了。Go， 跑起来！好，跑一圈。蓝天出现了。
我们现在往嘉明湖后面这一段山坡走过来，超美，后面大云海，刚刚还可以看到新康山。新康的路线，上面的云层稍微散开了，这超越。下去就是台东方向，哦，新康山嘉明湖，峭壁溪谷，没有瀑布，哇，这个溪谷居然还有，在树林间有个小瀑布，现在要回夜聊营地，往右边看可以看到一片大片的一个草坪区。那夜聊早上走就很陡，下去也很陡。10:54回到夜聊营地，等一下我们要休息一下，去刚刚右边的大草坪。
往上缘的草原上面有几个看天池，引到刚刚新五里去上流，所以这边应该是源头。后面这边有一个看天池，这也有飞机失事吗？哇，这里还有一个看天池。大草原。环湖，环湖，这像一个八吗？这八的小湖。在树下看卷，一堆兽骨。12:49，我们要从列寮营地离开，来去高尔夫球营地过第二晚。背了3升多的水，好重，你来的时候很重，希望不要下雨哦。接回到妹子下列寮的岔路口了，刚从那个草原区那边走那个路段好像比较晚一点，云雾飘进来了，这个树林充满了神秘感。快到高尔夫球营地下坡，这边的松萝比较茂密。1:53，回到了高尔夫球营地。OK， 我们在高尔夫球营地打好营了。
7:06，我们要离开猎寮营地了。经过一晚的雨势，我们平安度过了。好，回去喽 ，Go。下面应该就是上面会，上面有那个云彩。雨后的松萝树，树海。真的耶，水量比较多了。哇，松萝灯笼感觉好美。走进松萝的世界，7:34。到足球场营地，在一片浓雾中，阳光乍现。照进来，朦胧美。8:37，到了第一个过溪点。寻找过溪的位置，到了过溪点了，现在又来脱鞋子渡溪。先不要走神，这样比较好。9:59，到了往界貌寺山的岔路口，等下就一路往下喽。一路雨势不断，那已经咬住我用9:01了。两名队友被蚂蟥攻击了，我穿短裤的没带剂，流血了，流血啊！怎么会这样？你们这边都有蚂蟥。山坡上一整片的蕨类，迷蒙的树林
潮湿哦。10:53，下到剑茂寺登山口了。好，OK，好，耶、yeah。